我是安主，我喜欢收集声音和旅行。我来台湾已经17年了，也到过很多地方。但我想这一次的旅行一定会很不一样，因为我有一位很不一样的伙伴。我是欣婷，喜欢运动和跳舞。我经常到处去表演，却很少单纯去旅行。这一次我要放慢我的脚步，好好的体会一下沿途上的风景，期待有不一样的收获哦。胜利803，1979年出品的柴油车，是早期所谓的野鸡车，常常在火车站旁边拦客。不少人出了站之后呢，需要靠它回到偏远的家。我们将要开着它，沿着公路去寻找声音，还有声音背后的故事。1, 2, 1, 2, 3, 4。宅男宅女来去来去，家属上机紧，要心狂灿烂，拢是为着你是啊是。来去家属上机。我要去流浪不知名的漂亮的动听的埋藏许久的开着时光车寻找他方，可以敞开胸膛，可以任意大声唱。台九线又叫后山公路，贯穿东部所有的县市，北起台北市，南起屏东丰港，全长476公里，是目前台湾公路系统里里程最长的一条公路。过去台九线是台湾东部对外的唯一道路，许多人求学、工作、返乡都离不开它，说它承载着台湾东部居民从小到大的记忆，一点也不为过。这一集我们要从台东的达人由南往北穿越台东这个全国海岸线最长的县市，到达关山，总长约108公里。大仁乡位于台东最南端，是这趟旅行的起点。我们来到南回关怀协会在安朔村的据点，跟着苏梅姐送餐给村里的长辈。我们很多老人都是糖尿病蛮高的，他们饮食方面也是不会注意到，然后就说我们就是配合圣母医院的健康午餐，就是我们的便当，就是我们现在要送的这个。对对对，那我们现在要往那边，往这边啊。我教你一句话，不来不来顺这样。不来不来不来顺。不。什么就什么就是大爱呀，民族叫侬顺。嗯，不，快点，预备起。不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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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不来不来吃，自己吃，它是个不客气，谢谢。自己有筷子哈。他那个好的。再见怎么说？我刚刚没那呀。喂，叫你们说保重。啊，不来哟。啊，不来哟。不来哟。出来送饭，刚好顺便来欣赏风景。哎呀，不可能，没有，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我们都要去注意啊，要赶快把便当送给每一个人吃，这样。对对，因为有的像我们送餐，就看到有的老人都已经那个已经看遍了，我们还要帮他冲水，还要什么？对啊。先弄饭，再让他吃饭。每天其实也是工作时间很长。对啊，从早上你要七点就开始准备煮饭，然后送菜，然后帮他们，你还要帮他们量血压，对对对，就是做一些健康检查。然后
来不来顺。来，这便当。阿贝年纪多大？南塞噶。南塞。伊玛。伊顺。哎，伊玛。南塞阿顺呗。民国十年。十九年。十九年。十九年啊。那边那什么节目啊？哦，八二三爆炸，他有去打仗吗？有，哇，就是说他也去打仗了。妈呀，在讲海难呐，嗯，他可能在守那个岗位的时候，是吗？有海浪，就是在靠海，然后到晚上就很大，就是会盖到他们的，哦，在经过那个。啊，那日本語できるか？啊，日本語。日本語？嗯，できるか？日本語を皆さん詰まくしやったら日本語本当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恭喜恭喜！新年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新年おめでとう。じゃあポジティブだ。恭喜恭喜！新年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はい。あ、どうや。さよなら。こんにちは、こんばんは。こんばんは。肚子饿了没有啊？肚子饿。喂，马叔两个孙，干哪呀？几个肉？干嘛呢呀？哎哎哎！哦哦，谢谢，谢谢，谢谢。拿起来，拿起来，就是这而已。哎，拿起来。哎呦！哎呀！哦嗨呀！哎呀！嘿咻嘿咻！马叔鲁。谢谢你们，我真没扎起哟，哥哥。阿鲁阿那伊呀那哟，阿鲁阿那伊呀那哟。好，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谢谢，马萨鲁。马萨鲁。好，我刚刚没有。喂，阿甘诺，阿甘诺，我说爸爸喂。喂，你不该拿。好了，你不哭，你不哭。他很感动，我们那个，我们来看他，哎，对，哎，他曾经喜欢有人来看他。真的。从安朔开始这趟旅程后，第一站我们要跟着长期推动成立南回医院的徐朝斌医师。去位于达人的台板村卫生室做巡回医疗，医拿出来，没收，快点！在外面，到底抽什么烟？黄产，黄产不换淡一点，黄产浓哎，换那个一号的，哇，哇嘞，咳嗽，咳嗽，流鼻涕而已，啊，你这边会痛。不会了，好 OK 了。台板村卫生室的对面是台板国小，听说他们的体操队很厉害。趁着徐医师看诊的时候，我们去看小朋友练习体操。他是几年级的？他是五年级。五年级，对，应该练比较久了哈。嗯。他刚刚做的是反套吧？啊，反车轮，然后加一个那个分腿。分腿。对。哎，那你有没有受过伤？有。有哪里？膝盖。哎，膝盖。然后那个时候是送医院吗？还是？去看医生。去看医生？这里的医生吗？对。哪里？高雄。啊，高雄的。高雄哦。哇，那开车很久了。有没有很痛啊？不会，你看他太厉害了。运动伤害哦，一半以上都是靠教练怎么样去防止。像他做高难度的时候，教练会去保护。嗯，对，我们当教练就是要保护他的安全。嗯，然后在保护这个安全当中，把难度技术练出来。如果是有人骨折的话，是自己开车去医院吗？还是要等救护车？自己开车。自己开车，对，这样要开多久？一个小时，哇，大概一个小时。很难想象，如果那个腿断了，然后也要开车一个小时。当然啊，在这边是算山上，
什么都不方便，嗯，都是要跑出这个山区，啊，也是希望说哦，在这个偏远的地方哦，可以有像一家医院，嗯，这样是最好了。这几年来还比较好了，都是会有医疗医生会进来我们那个乡公所这边，一个礼拜会进来2天到3天，嗯，对。啊，这样好啊！啊，像我们这边的人哈，都啊，今天有医师要来了，我们就会准备啊，今天要来看，要来看诊，嗯，都排得蛮长的。到台版卫生室看病的人非常的多，我们一直到最后才有机会和许医师坐下来好好的聊一聊。所以除了你之外，这一个地区完全没有其他的医生吗？有啊，我们。这边南回有4个乡镇嘛，是每个乡都一个卫生所，啊，卫生所都有医生的编制的，所以只要是有卫生所的话，会有医生。可是你觉得这样够吗？当然是不够啊，嗯，还是差很多。重点是我们是卫生所是公家机关，我们是朝九晚五制，那我们5点下班之后到隔天早上8点没有医生看病的，嗯，然后假日我们也是休息的啊，所以也没有医生可以看病的。所以这样的状况之下，他只好开车去哪里？台东市啊，台东市不是也不能是开车，因为我们这边有车的人很少了，嗯，都要包私家车，啊，也不是那种，也不是那种跳表，就是寒假多少1500、2000，多少钱？对，但是比较近的部落是1500，比较远是2000块，来回就4000块。哇，那已经他半个月的生活费了。一般家庭应该负担不起吧？对啊，尤其是老人家，他们这一个月只有7000块的老人年金生活嘛，你光水电费啊，基本的开销就差不多也没了。你只要生个一次病，台东市来回3000-4000块就没了。哇，所以不敢生病，还是生了病也不敢看医生。对，大部分都是小病等待自然痊愈。嗯，啊，重一点，希望有医疗院所前过来，先来巡回医疗。更最严重的就是他们真的是只能在家里静静等待死亡，反正我也不要再去医院去浪费钱了，我就在家里等死了。从走向那个淑梅姐，我们去送便当开始。嗯，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其实这一群志工都有一个共同的想法？嗯。他们都是先以需要帮助这些的人，他们感觉是什么？如果我有一天我老了跟他们一样的时候，那当别人对我，我会希望他是用什么样的态度跟什么样的做法？所以他们连便当都觉得，如果我今天做了，连我自己都觉得不好吃，对，那你怎么可能拿给人家吃呢？他一定不想吃嘛。最后那个80几岁的老先生也是让我们真的很感动的。一开始的时候我没有看得懂他的手势，因为他是一直挥手。我以为他的意思说你们不要来打扰我，或是你不要来跟我聊天。后来我发现他就是他在跟我们挥手，然后还亲他的手，你知道吗？就是一种很简单的谢谢你们来关心我，或是跟我聊天的一个小动作。对啊。我看到很感动，而且看到老人家的他的眼睛有点翻泪了，就是有点。他要的东西其实不多，不多，而且很简单，就是反正这个社会很少能给他们这样的东西。第二天一早，我们来到多良车站，这个号称台湾最美丽的车站。等待8:50北上303次的自强号通过，我们像歌迷在红地毯旁边焦急地等待偶像明星。虽然多良车站已经停止使用，但我很期待司机大哥通过的时候可以鸣笛，让我们收音。
多良车站的上方是已经废校的多良国小，废校后的校舍现在被打造成向阳新传木工坊。木工坊的黄校长带我们去参观这个在八八风灾后为部落居民带来梦想的工厂。猜得出来是什么吗？我好像是一个什么动物的感觉，是这样子。哎呀，山猪！哇，你很帅，对，很帅。你是台湾族吗？这样的吗？哎，不会。对，用写的。对，他是台湾族。那你在这里多久？在这里，我写字还不晓得。两年多了。哇，那你很厉害哦。我想问他，他在你的旁边。哦，这个是你做的，这个是你做的。嗯，怎么做的？你要怎么做？就是这样子。哦，转弯的地方啊。个书架。再见。啊，好酷哦！这个两个书架，一个是这边，对不对？嗯，啊，另外一个是在这边，嗯，然后这里会有很多箭哦，是往里面，然后是追杀它。哦，然后这只猪在前面，对对对对，跑的。嗯，这个工作吗？这两年多你喜欢吗？对啊，你学得很快。所以这边很多那个学徒是原住民，都是原住民，都是原住民，都是原住民，就是部落啊，部落多良部落，我们多良部落啊，都是台湾族吗？都台湾族，台湾族。我知道台湾族原住民里头，台湾族是一个雕刻的民族，他们很会雕刻，但是他们雕出来的东西是他们的图腾啊等等这一类的，但是要在这个现在的一个社会里头，要能够赚钱、能够维持的话，那个销路是不广、不大哦，所以很快的就饱和了。要变成一个商品，商品的话那就要包装，一定要精致。要精致的话，可能他们的那个工法了，一定要改变。这个是一个书架，书架吗？书架，你看看。成品他们定做的，前面就是尽量保持这个自然漂流木的那个形状，但是那个工法就是说，你看看这个没有，全部都是用榫头啊，这个是三角榫，三角榫，我们叫九尾榫，那个是木工里头做这个是最高级的，以后这样放过来也可以当板凳的，板凳。哇哦！当板凳，八八风灾以后，我们政府、我们民间用了很多的经费，给他们盖永久屋，给他们迁村，迁村完了以后，他们年轻人还是要到西部去工作，他们的家庭濒临崩溃。年轻人都不走了，那就落空了，就是有老人家、年轻人，人口外流，人口外流，对，就是老人跟小孩。对，那各代的教育的问题，各代教育又是问题。太太在这里没有工作，一天到晚摇槟榔。我问他，你要一天要摇多少槟榔？他说要200块到300块。我说太多了。后来他们在这里学的时候，他就告诉我校长，我不是喜欢摇槟榔。是因为没有工作，没工作，所以生活压力很大，心情不好，心情不好。我当时是这样想，原住民的这个希望在这个部落里头，小小的一个部落，就上面就是他们的部落的那在这个地方就变成一个他们在地经营的工厂，我很喜欢你们这边在做的事情，好像有很多不同的梦想，对不对？对。我是很会做梦的，做白日梦的。有梦最美啦。对，你讲的很对。我说
无望就是无望，没有梦就是没有希望啊。海那路岸好啊呀，海那。接触，哦，就像他原本其实他可能对他的未来实在是很惶恐啊，他不知道他以后能干嘛，也找不到事情做啊，对不对？因为他听不见，但是校长给了他一个这样的工作环境，哇，你看他刚弄那个山猪好快啊，真的很快，很快啊，手很强，而且他竟然可以把每个做的一模一样，对，一样大，真的很厉害哎。对啊，我觉得其实刚才跟他聊天的时候，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经验，因为你看不到，他听不到，然后我的国字又写得不好，对，你应该很少会有机会跟听障朋友接触吧？其实不多，因为我们的沟通是有障碍的，在现实生活碰到面，其实。哎，不晓得跟他们怎么打招呼哎。对，这个是好啊，所以你要先指他，先指他，然后用这样整个这样。你好，你好，好。离开多良，我们直接到了台东。明天下午我就要跟安祖各走各的。因为今年的跨年，安祖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去做，这跟他在南王部落的家人有关。应该是这样讲的，就是我可以用台湾人的说法来解释这个感觉，其实它就是一种缘分呐、啊，就是你认识一家人，然后你就会觉得说你是可能就是本来就是他们的一份子那种感觉。啊，当然不是在这边出生长大的，但是，我可以说，从某一个角度来看，我真的是在这边长大的。哦，就透过跟认识他们，我就认识完全另外一个台湾。嗯，对。然后我也跟他们经历过很多，就是好的事情，好不好的事情。像我义父他今年五月份的时候就走了。然后我就陪着家人，就是度过这个。比较难过的时间了，对。其实我本来是要带你去，你知道吗？我是本来是要带你去一起跳舞，一起穿那个卑南族的衣服，然后感受一下那部落的年纪的时候的那个感觉。可是我觉得好像不太适合。对，就是今年不是开心的，应该是这样讲了，因为是丧家，所以可能就是我们不能穿传统服，也不能戴上花。卑南族的男人都头上或者女人都会戴上花环，啊，这个今年就没有，也不太能唱歌或跳舞。是到初三完毕。你觉得明年他们应该就会恢复正常吗？我觉得不会恢复正常啊。我觉得就是家人过世的时候，你每一年每一次经过年纪，或者是过年，或者是他的生日，或者是各式各样的。节日一定会想到他。像我去看这些祭典啊，就之前就是陈爸爸都在啊。那这一次看到很多小细节，就是就知道他已经不在了。对，难过之余，其实也还是要让你的家人，其他的家人都还能够继续的快乐的面对他们未来的日子吧。是啊，对不对？是啊，所以就算像他们31号晚上会报佳音，是青年会就是会带今年成年的那些年轻人带到部落所有的家庭里面去唱歌，然后这个是一个非常欢乐的气氛啊。那当然，就算你是商家的话，你的门还是会打开，让他们进来唱歌跳舞。对啊，所以我想那个心情应该会也是蛮复杂的啊。
2013年的最后一天，我们带着盲人棒球的球具，到丰田国小的丰田少棒之家教小孩子们打盲人棒球。好，好，你们现在都把眼罩戴起来喽。好，一垒原则上在你们的右手边，对不对？三垒在左手边。你们当耳朵听到觉得是从左边或右边发出来的声音，就举同一边的手，这样了解吗？了解。好，那我们现在准备哦。好，我们的垒包开启。是哪边？来举手。对，大家都对了。好，那我们重来，再开一次。好，再开一次。哪一边？也对了。OK 哦，好了，你准备好了吗？好，来，我要喊喽。Set, ready, ball。好，慢慢跑，慢慢跑。好，朝着雷包的方向去。哪里？在哪里？在哪里？去抓着他。在哪里？哦。来，大家给他鼓励一下哦。Set, ready, ball。很好。诶，继续啊。再过去啊。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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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我们的球。看起来很奇怪哈，哪里奇怪？非常大吧，很大，还有一根，一根，一根，这一根是干嘛的？那根是干嘛的吗？是压下去，压下去，然后就有声音了。压下去不是？你们有没有看到那里有几个孔？有，对。哦，这边也有。对，那个其实那个孔呢，其实就是喇叭发出声音的孔。好，那插着的时候就是没声音，那它拔起来会怎样呢？有声音。拔拔看。哦，是用拔的。拔起来，有没有？好了吗？好了。好了，来。Hello， 哪里？哪里？拿到了。OK， 走了，走了，在哪里？好。OK 了吗？可以了。我要丢喽。好。预备 ，Go。哎，喂，你怎么知道？跟孩子们打盲棒，发现他们不但热爱棒球，而且表现出一个棒球员应该有的自信跟自律。Ready, oh, oh.和方校长聊天的时候，才了解原来他们多数来自弱势的家庭。我们孩子来自的家庭其实有很多是，我们所谓功能不全的，就所谓弱势的孩子。是什么样子的孩子？其实我举一个例子，我去关山有一个社工带一个孩子来，那这个孩子我去的时候，他几乎都不讲话，因为。他跟阿嬷是住在，他从小就阿嬷带，他妈妈他一年大概只能见到一次，他几乎见不到他的爸爸，没有见过，哇，没有见过，然后他那个房子其实还是会漏水的，里面只有水泥，只有水泥，然后地板，哦，就家具部分是非常简陋，但是孩子他要睡觉还必须要把东西搬开来再铺毯子，睡，对，那他的环境的刺激度其实非常低，非常低。好，那这个孩子社工问他，他说他想打棒球，因为他家有那个有电视，啊，电视没有第四台嘛，所以他最常看就是民视，民视有民视公视，对不对？民视有那个，所以他认识的那个球员都是美国的啊。台湾的结果他在看打棒球，对，你是有大联盟的节目，对，所以这就是环境。你给小孩子什么环境，其实他就往哪里走。你问他说认不认识，我们所谓职棒球员张泰山呐，他认识陈伟英，不认识张泰山，因为他没有看过台湾职棒。对，很有趣。那这个孩子他想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好，然后跟他阿嬷去找他阿嬷的时候，或是谈话的时候。十次九次，几乎都是酒醉的状态，
那像这样的部分的时候，这个孩子愿意来，我们要很大胆的去取代他家庭功能的时候，你说这个孩子好不好带？我们等于要给他一个家，你给他的不是求学，不是打球，对，你给他的是一个家。教他们的时候，我觉得很好玩的，就是他们也学到说，就算你是视障朋友，他们还是可以从你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很多东西。他们就是把你当作是他们的教练，跟他打招呼的时候，他也是教练好。其实他们很有礼貌，哎，对，真的很有礼貌，每个人都其实是非常的有礼貌，所以我觉得他们的生活习惯，包含他们的礼貌，我觉得都跟这个他们接触棒球有很大的关系。才一年而已，他们已经就是有一个棒球队的样子都出现了。对对对对对对，而且你问了一个很棒的问题，就是说，那你为什么就是有时候想要放弃？为什么会继续打下去？然后小朋友他回答很可爱，他有没有想说不想练呢？有时候，有时候。啊，为什么还在这里？因为说撑过去就可以撑过去，撑过。谁讲的？教练告诉你，对，要撑过去，所以你就撑过去了。听到小朋友讲这句话，我觉得哇，你不觉得这个对这个年纪的小孩来讲，我如果是我啦，我那个年纪，也许我根本就不会知道什么是什么撑过去，对不对？离开丰田少棒之家后，我跟安祖就要分道扬镳了。安祖和胜利要留在台东的南王部落，而我则是要一个人去出入牧场。所以我们现在在台东火车站，然后有一二三四五个站就会到。那还蛮近的啊。可能也是要半个小时。我要半个小时哦。我没站那么远。对，那你等一下好好玩哦。我尽量玩，我会很开心玩的。好，你放心吧。不会想念我吗？尽量啦。不好意思，他要去那个出入牧场。哎，对。啊，那你可以让他知道什么时候下车吗？可以，可以，可以。谢谢，谢谢。那我上车喽。好好，尽量玩喽。好啦，拜拜喽。拜拜。到现在才有这个绿色隧道。哦，了解。绿色隧道为什么叫绿色隧道？它两边哦，都是种这个加冬树，然后两边的树叶，整个都已经铺满了整个路面的那个上空啊，所以太形成了一个绿色的一个隧道这样。太阳几乎都照不进来了。太阳几乎进不来，这边算蛮凉蛮凉快的。所以如果大热天的话，里面会很凉快。而且这个树都已经种了很久了，老多都有六八十年左右了。哦，这么久。对。你等我一下，我扶你好了，你等我一下，嘿。小心哦，小心，小心哦。好，谢谢。等一下，你就从现在你的正前方直直走。好的。那边有售票口。好的。那你就问他，我要出入牧场，他费用要怎么算？好，你就直接问他，好不好？好，谢谢。那你慢慢走。好，拜拜，拜拜。哎 ，Hello， 你好。哎，请问你这边是在卖牧草吗？对，卖牧草，还有一些羊饲料。哦，都是可以喂动物的吗？对，都可以喂动物的。那哎，我想要牧草。牧草。对对对对对对。那我帮你拿好了。好。怎么卖？125块。二十五块。好的。在这里。哦，对，对不起。这边。好，那你可以告诉我，我要往哪个方向去牧草怎么喂？往你的左手边。左手边，那我跟你走。我跟你走。在前面一点点，差不多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对。还有几只？他们有很多哎。很多哦。有七八只。要放低一点吗？这样子可以。可以，再高一点点。再高一点。对。这样他们就会抢，有感觉到。有。对啊，这个是小牛啊。小牛啊。这长这么高啊？因为它是站在笼子里面。哦，笼子比较高。对，然后我们喂它的时候，
就是要拿膏嘛，拿膏，因为他这样才会修，因为他现在不太会修。他也喝，感觉喝好快哦。他很快啊，然后我们如果拿太低的话，就会往旁边流出来，然后他会吸不到。所以这个高度是可以的。对，他感觉好像有牙齿哎。他有在咬那个奶，对，咬那个奶瓶，刚在长牙而已。我感觉好像没了啊。没了、啊。好了，辛苦你，那您先忙吧。好，那我站在这边等，可以吗？旁边有地方可以坐。哦，我在旁边坐好了。对。然后你手往下摸，这样子。谢谢。那我在这里等。好，谢谢你，谢谢。哎，我发现单独旅行还是有很大的困难。还是需要别人的帮忙，但是呢，我又不喜欢麻烦别人。不过这一次挤牛奶让我很有成就感哦。我买了牛奶饼干要送给安祖，谢谢他平常都让我麻烦。今年跨年夜，希望安祖跟他的家人都可以得到慰藉，好迎接2014年的曙光。这个是因为坏掉吗？应该是因为坏掉了，不然平常应该就是用钥匙开。Gloria， 行。展开了吗？圆形的步伐，整理形状，又要再次出发。陌生的房，熟悉的月亮，想起那晚上说要追寻他乡，昨天坐巴士的时候，司机大哥跟我说，鹿野这边有飞行伞可以玩，所以呢，我就决定在2014年的第一天，要飞上天去感受一下鸟儿在空中的飞翔，还有让我自己可以听得更高更远。你问我怕不怕？我当然怕啊，但是我还是很想飞上天啊！OK， 哦，谢谢谢谢，哦，我想要先坐一下，哦，哦，啊，我刚在空中的时候，我一直觉得说，一直飞我，因为我看不到，我只觉得我满耳朵一定要轰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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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风一直在飞，然后就只是觉得我一直在摇摆，然后感觉就是随着空气在飘荡，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那个感觉就是有一种很特别。我因为我从来说真的，我从来没有在空中去这样子飞翔过，没有体验过。我觉得它跟坐飞机完全不一样、啊。对，飞机是在机舱里面，那我飞行伞是在室外。对，我觉得那个有被空气接触到我的
身体，会有点耳鸣，对，感觉，对，不过我觉得说，算你刚应该操作已经很好了，不然我觉得我真的一定会吐出来。飞行伞对我来讲特别有意义。早期接触一直到现在，其实整个人的个性都改快，都改变了，整个都改变了。是怎么样？你以前比较没耐心吗？以前当然是比较暴躁啊。哦，是啊、哦。但飞伞以后确实放了很多。哦，真的、不一样。是因为你在空中，可能那个时候去享受这个大自然，对，你的情绪都比较放松。对。那你有因为跟刚我们讲说，因为你常常接触很多的客人嘛，那也许你又要去安抚他们或是什么，比较容易帮替别人着想，也会啦。像一些我们曾经载过很多残障的，因为他们都不方便，他们也没想到说可以到空中去这样玩一玩。其实很多东西他们平常，就像我们国内搭飞机身上的朋友，我觉得那个福利都不够。啊，这样设备也都不好啊，所以说他们连想都不会去想说，他们能有办法到空中去体验，真的真的。我们都希望多一些机会，让一些身障朋友到空中去体验，我们都乐意去做。开着胜利回到台九线上，我和欣婷约好要在关山火车站会合。他说他今天去飞飞行伞，我想是因为我不在的原因吧，因为他知道我有惧高症。搭乘火车，我要到关山火车站去跟安祖还有胜利会合。安祖应该不会因为我一个人跑去玩飞行伞而不高兴吧？安祖有惧高症，他最多应该只会羡慕我吧。哇，好不好玩啊？不错，好玩，很棒的旅行。真的哈、哦，有没有找到玩伴？在关山火车站会合之后，我们没有多余的时间闲聊，因为我们已经约好时间要去这一趟旅程的终点，位于关山的圣十字架疗养院。耶、yeah. ！胜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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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歪歪的，我把它弄整齐一点。因为修女的要求很高。我要角度，角度要算准，还要再一次吗？再好。所以这个都是两个人哦，就是也专门需要两个人。不可以一个人弄哦。啊，有一个人休假的话怎么办呢？如果两个，我们还会下来帮。哦，还会下来帮。一个人没办法折得很整齐。我们也没有固定架子。真的哦。很辛苦哎、好像你做得非常好，你看完全平平啊，修女人真好，平平，谢谢你，谢谢修女，谢谢修女，感觉你的工具怎么办？ Okay. 我看你带这个武器出来的时候，我有点紧张哎，是不是要先给他瞄准？可是你要不要让他知道怎么拿那个？是不是这样子给它敲下去？要，中你装起来，拿起来，拿起来要拿很高，拿很高再。Beam， 好的，
一二三。哇！脚一前一后吗？一二三。哎，等一下，我怕他这样子吗？差不多。至少准啊。你比较会用，不要跟他讲。哦。已经很痛了呢，很逊了，这样子。好了，算了，我看还是。小心痛。大哥。哦。还过来。哇，好大颗啊！这么大颗。有感觉。你们是你来多久？你可以讲一下。44年。44年。哇，修女44。他50年。50年了。修女50年。然后28年，哇，都很还蛮多年的。对。我想知道说那个时候的乐迷啊，你们刚来，那他们比较有意识或会讲话的，会不会觉得不习惯？就是他们这样讲，我们美国人。美国来的，因为白人都是美国来的。对，可是你知道，关于习惯，因为我们也是看他们的，我们来看病人这边，很多病人没有语言，没有什么，所以很快有跟他们的有关系。就是照顾他们久了，其实他们也会跟你们有感情。对，会不会有乐迷，就是比如说他不想吃药？当然会关心，但是你可以放到布丁里面，或是叫布丁啊，对啊，就是这样会吞下去啊。但是如果他知道他为什么需要吃这个药，他也会吃。如果头脑很清楚，知道。如果头脑不清楚，你也没有办法。你解释半天，你没有。那怎么办？但你知道，如果头脑那么不清楚，他也不知道他吃什么。我们的。非常派我们到这里，所以我们应该在这里。你中间没有想要回去过吗？会不会？我就没有。没有，都没有。没有。就很喜欢。这个现在是我的第二个家。台湾。就这样，我们在关山结束了这一次的旅行。后来我跟安祖分享了这一次我们分开走之后为彼此买的礼物。我觉得很不一样啊，像一个人旅游的话，大概就是会想要就是让脑袋就是停下来，就不要想太多事情，就是放空嘛。对，我觉得，但是我发现如果我超过2天的话，我会开始想念很多人。我会想念家人，我会想念远方的朋友，我看到一个很漂亮的日落，我会觉得说啊，我很想要跟别人分享。在我做飞行伞的时候，真的，我一个人坐在高空，其实在那里觉得说哇，我的妈，好像还蛮恐怖的时候，说安祖过来一起来。没有，我想你是要让我有一个跟你一样恐怖的经验吧？对，我发现我们两个都不大能适应一个人的旅行，下次的旅行还是一起走比较好。当然也不能少了胜利哦，胜利吉拉吉！一条日光的大道，我奔走大道上。一条日光的大道上，我奔走大道上。吹油门 ，turbo， 吉拉吉！阿卡巴卡巴上。